好，然后这边就是指纹解锁的开关。那我们先来试着去指纹解锁，然后再压之后，然后有绿灯就会自动指纹解锁。那如果要关闭的话，就常压，常压就关闭。那我们现在打开的话就是一样常压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开启那个坐垫，按一下就开启坐垫，压一下，然后坐垫就会打开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开启油箱盖，油箱盖的就按两下，油箱盖就会打开。对。然后我们现在试着用那个用手机来控制，对。然后它一样开启坐垫，然后开启油箱盖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关闭电门，油箱就开始。